不，太鸡巴了吧！我看，不，不。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I N O 的美音二六 g， 欢迎各位再度回来节奏医生啦。我们今天呢，来继续医治病人哦。这款游戏呢，老头个人觉得真的是还蛮好玩的，所以说呢，今天就继续第二集吧。OK， 那我们现在稍微探索一下这个电脑是什么东西啊？我蛮好奇的，这是什么？欢迎涂鸦进行编辑，这是可以。哦，可以去编辑你的手指啊！我懂，大概懂这个意思啊，就是你可以把它弄成像神眉鬼手之类的，怎么一个保洁？我要么是疯了，要么就是真的看见两个舞剑的家伙走过去了。就为了这点薪水，我真的付出太多了。舞剑的，他讲的应该是前面这个武士跟后面那个武士吧？他被这两个武士吓到了，这样子，被这两个武士吓到了。好，我们来看一下春节的贺岁啊。洛根和梅丽非常开心，打看看吧，好奇。哎呦，春节版在美第七拍案件，没哒。哦，好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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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节奏很好抓哎。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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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人了。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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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哦，哈哈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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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靠！要按两个。A plus， 还可以啦，恭喜！打完了，就这样哦。好啦，我们直接去楼上了。哈哈哈哈哈！保洁，如果你看到有什么乱糟糟的地方收拾，不需要跑来和我说，八成是我早就发现了，也已经加进办事了啊。让我闭上眼睛，拖上足够时间，说不准问题就会自己消失。他说，说不定问题会自己消失啊，在讲干话吗？好，来打这个连帽三少年，患者是一名患有这个世上性心腹过速的青年音乐家，需要对他进行二拍子。我觉得他这翻译好像有点怪怪的吧？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跟我同样的想法？新挑战，世上心腹过速病房，好难念哦。心跳变两拍，所以说我要打两次，是不是？好，试试看吧。Ready, get, set, go。噔噔，提示音。And stop。该你上了。哦。Ready, get, set, go。这样子啊。这就是两拍，噔，噔，噔 ，OK， 完美。对二拍子来说，拍子何时响起并不重要，别迷惑了，跟着护士提示按实际按键就好了。即使拍子响起多次，或者早响晚响，都要按着护士的提示来按。啊。平时这种变种二拍子会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不过在教程里，我们会只会让它一只蜘蛛来诱导出现。光小，别担心，我们保证这是完全无害的，走过专业训练。哎呀呢，啊，
不喜欢蜘蛛，喜欢两下。哪里啊？啊？什么东西啊？什么叫不喜欢蜘蛛啦？看无啦。哦，他讲的是这个是不是？怕蜘蛛影响到你是不是？我掌握了、哦，我并不觉得我掌握，我死定了。管他，直接开始吧。来吧。Ready, get, set, go。噔哒。踏，他也被电嘞、欸！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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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踏，噔噔，踏！哇，还给你靠近！哎、欸，喂，太快了吧！而且没有血量怎样？哦、啊，对哦，因为不是打 boss， 别理我。好像这都不会失败的，即使你变小鸡也是一样。这是怎样啊？啊、他要去救上面的病患，这样子叫我不要理他，根本在干扰我啊 ！Go! Oh my god！ 干扰个屁呀、啊！可以不要这样吗？噔噔大。噔噔踏 ！Oh my god！ 已经孵出小鸡啦！妈的！卖差啦！学习两小时后的伴奏，这在嘲讽吗？这样我没办法过下一关呢、欸，你知道吗 ？Oh my gosh！ OK， 再来一次啊 ！Ready, get, set, go！ 噔哒，噔噔哒，噔哒，哒。可恶！Oh my god！小鸡跑出来啦！小鸡又跑出来啦！这次会不会过啊？多少 ？B 练习十小时后的我，终于过了。Oh my god！ 继续吧，
由于摄取过多咖啡因，患者丧性心腹部过速加增加，反正就是啊心悸啊，咖啡因过多啦。天哪，我都过难念了。他喝咖啡，他就啼笑这样子。来吧，我已经准备好受死了。Get set go， 咚咚，哎呦，哇、哦！好，五秒哦。Ready, get set, go. Oh yeah, oh yeah. 哎呦！噔噔，啊，喝咖啡，不喝咖啡就写不出来了。倒杯啊！Oh my god！ 刚刚那是怎样啊？打多少啊 ？B plus， 这样我还有 B 哦。哎，刚刚那个心脏，刚刚那个超级心脏狂跳那边，我按到只按了两下呀。Oh my god！ 这样还有 B 加哦。哇塞，又稳定下来了。听着，我向你承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如果你是为了创作音乐，每天都要认真喝那么多咖啡的话，或许有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试想想，还有什么其他是你创作的泉源吧？如果你能找到答案，就能想办法控制这上瘾的情况了。听起来是不太容易，但是好吧，我试试看。啊，除瘾治疗做得很棒，就是抖动手抖治疗。节奏治疗已经缓解了症状，但是不知道它是否也能解决成瘾问题啊，还没有治根呐、啊。我们通常需要找到问题的根源，很复杂。说到上瘾，还有一个病人需要我们去看。好，赶紧过去吧。就是这样，是一个女生，她也是喝咖啡啊，完了。啊，医院内咖啡馆的咖啡师也出现了啊，反正就是心脏过快的症状，可能也是和挫折感有关。来吧，来吧，来吧，这怎么回事？在哪里啊？我靠，他直接陷在那里啊！我哪看得到，大哥？太酷了吧！为什么这样我反而按的比较容易按得到啊？为什么？怎么这样？
没了。Get set go。哦不 ，C 有没有过 ？C 没过。刚刚前面超顺利的啊，大哥！天哪、啊，继续吧，直接开始啊！再一次啊 ！Get set go。踏，个踏，踏。Ready。踏 set go。哎呀，太难啦！踏踏个踏 ，ready 踏 set go，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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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ready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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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Ready set go， get set go， ready set go， get set go， ready set go， get set go， ready set go， ready get set go， ready get set go。我死定了，这么逼家、啊。Get set go。And stop。Yes!Yes, boy! Come on, boy! 谢谢你刚刚的帮助。你刚是不是在？我知道，我知道，我答应过会戒烟的。啊，抽烟也是不好啊。这也难道不是禁烟吗？但烟草是唯一能让我熬过这段地狱生活的东西，它能让我冷静下来。啊，你想戒烟吗？你有兴趣的话，我会帮你。我以前也试过，但如果你有什么好办法的话，那就太好了。我理解的，咱们一起想办法。我顺便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坐在远程荧幕前的人，他是我们的新实习生。如果你有胸口疼痛或是感觉心率不整，啊。实习生同学会帮助您做治疗，谢谢你告诉我，这一片就属你两人最好了。那个叫伊恩的总是把脑袋埋在笔记本电脑上，哦，就是那个头盖住脸在讲话那一个、啊。那几个中学生就会站在那里说悄悄话，互相傻笑。其他医生的举止也有点吓人，好吧。不过其实还有个戴着红兜帽的人也挺不错的，他和我聊天来着。我每天都挺期待他会讲什么。抱歉啦、啊、我就在那嘟嘟嚷嚷。医生，再次感谢你的帮助。想喝咖啡或者想过来转转，就来找我吧。这个是 BOSS 战的吗？戒他的烟，他咖啡戒掉了，现在开始要戒烟了是吧？好吧，抽烟女咖啡师，上班期间咖啡馆为所有员工提供服务。好。这是 BOSS 战吗？还是说这不是 BOSS 战？欢迎光临，请坐，请坐。哦，好像你已经坐下了，哈哈。现在不是高峰时段，所以咱们就来点轻松的音乐吧。好、哦，那个线在哪里啊？你自己随意啊。那边还有一架吃灰的键盘，哪里有吃灰的键盘？
声音，那个线在哪里啊？是谁来了？谁？按下空白键即可开始演奏，还是一样照旧，就是刚刚那个 DJ 嘛。按早上的习惯来，还是按你平时喝下午的习惯？下午的。我现在才刚有点感觉，马上好。啊？嗯？好微妙的感觉哦，在干嘛？真的吗？是啊，我刚刚还在安利你，还在安利你在乐队上功那小话不啦？他是不是喜欢这个男生啊？爱慕吗？我撒谎了。最近找工作了，你下次再说。是我最新的混音作品。他们是朋友 ，OK。所以嘞，我现在到底要干嘛？你的单上了，27爆出来，让你插队。往后坐，身体放松，或按着 ESC 跳回工作模式。跳过。这是他们的闲聊，是不是？我的评级。啊？这是给我自己练习打节拍的游戏，是不是啊？哈哈哈哈！刚刚就在浪费时间，还有在那边那么认真，准备要接受挑战，结果只是一个闲聊、闲话家常，我就会死家了，这样子？好吧。啊，所以说同一天发病，是不是？这两个同一天发病，所以说他这个就是我们这一个第二章的 BOSS 就对了。好，那我们现在对付他。嗯，我再也没抽过烟了。不过坚持起来好难哦。工作期间我很难不让自己有心理波动。喝咖啡的人好多都没什么耐心。你是否能尝试转移一下注意力？这样会不会有点有用？嗯，其实有个戴红兜的给我分享 一首他写的歌，现在脑子里啊弹劳不绝。所以这么说的话，这条耳虫算是帮我打发时间了吧？说实话，要是每个消费者都和那位先生一样，我就好过多了。怎么了？我的胸口感觉不太舒服。你会好起来的，石医生也在。开考了，魔王，来吧！现在是二合一就对了。哎，怎么了？画面怎么变那么小啊？等一下，这个画面怎么变那么小啊？为了让你们理解哦，我调整一下。好，这就是我的桌面哦。那我的桌面的话大概就这个样子，那他现在目前的状况就是他直接强制缩小变这个样子，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玩看看吧，感觉是故意的啦，来吧，就是这么小的画面怎么玩啊？ BOSS 战，我死定了我。 Get Set Go 中文歌，嗯哼，再一杯让我释放。嗯哼 ，Oh my god！ 哦，摆在你主场。哦，哈哈哈！不，太鸡巴了吧！好哦，还变慢是怎样？我看，哦，哦，
天哪！哈哈哈 ！Oh my god! Oh my god! 换人了！哎、欸，你超出去了、啊！Oh my god！ 啊！我赢了还是输？他人去哪啦、啊？干追踪战。赛啦，这个怎么玩呐、啊？哈哈哈哈哈！对啊，两人动来动去玩什么东西？最后的时候，他那个画面完全没办法抓节奏感，你知道吗？看这一关，这一关难度真的是超级奇高。好啊。刚才太快了，噔噔噔，嗯，噔噔噔噔噔噔，太快了，哦，换人了。哦呦，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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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太快了！哎呦，哎呦，哎呦，嗯。玩的哦，变难的哦。Oh my god! Oh my god!
off。噔噔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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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过了 ，Holy shit！ 我把荧幕拉过来，因为我是双荧幕啊，所以说他直接跑到第二个荧幕去，你知道吧？这个难度更高啊！你们要玩这一关，我建议你们不要玩，不要用双荧幕玩，他直接跑到隔壁去，你知道吗？我刚刚。眼睛瞟眼，我的荧幕又很大，我那眼睛超力的在那边看金咒节拍，你的手脚并用，还要头那边转来转去的 ，Oh my gosh！ 啊！但是不可否认，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有创意，非常的有创意，我觉得很好玩。好，然后这后面是我们家的蜥蜴哦，豹纹手工哦，哎，就是见丑了，见丑了。啊，这各位应该对我们这个背后这个背景非常的好奇哦。这是我们的豹纹手工啊，它叫雪糕。好啦，不管了，回归游戏哦。OK， 这样直接跳全萤幕了吧？好，那我就把它切回来了。对，这是这就切回来了。OK， 这个必要。好，终于啊啊，太疯狂了，我的心跳好猛啊！简直是要跳出嗓子眼来了，我也一样，哈哈。你可以同时拯救他们两人，太完美了。哦，医生你在呢？我猜我需要回自己的房间了，哈哈。不过我或许可以再多待一会，等尼可忙着关店的时候。感觉他们两个好像会成为恋人哦，就是互补，你知道吗？一种互补的感觉。我可以给他上一点不含咖啡因的东西，我保证。可以的，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你知道的，医生，我觉得你不用担心我的。你之前说那件事情，找到持续创作音乐的灵感泉源，我已经找到了，就是尼可。哈哈哈哈，他已经找到尼可了，灵感来源就是来自于这位女孩。哇，多么的感人！哎呀，就隔天就分手，没有啦，开玩笑的。他说我不需要咖啡因了，真是好消息，习惯很难改的。但有能让你振作起来的人总是好事，嘿哈嘿哈，我来了，终于找到你的科了，你在哪里啊？哦，我之前偷偷从他身边溜走，你还好吧，伊恩？还好，我拼命跑过来是想要告诉你，那个细菌王豪卡菌又出现了，这次是在科尔和尼可，我赶紧跑来找你，但是好吧，你看起来已经控制住局面了，干得漂亮，你这个废物。都是我来帮你收拾残局，你真急死啊！不管怎么样，他们两个已经感觉好多了。明天我会再对他们做一下复查，你准备之后，咱们就回主病房去吧。啊，完成了啊！我觉得好好玩哦，真心觉得好玩。其实我觉得它不只是游戏本身内容好玩哦，它还就是包含了就是一些我们现代人的文明病哦。真的就是现代压力过大，你必须要喝咖啡啊，吃槟榔、抽烟。哦，像我自己本身，我一天早上不喝黑咖啡，我真的超级不习惯。我想各位应该也是。哦，就咖啡成瘾症啊，我以前是一天可以喝两三杯，现在就喝太多会心悸。我自己本身就开始把量降下来，一天只喝一杯，甚至是两杯啦。哎，绝对不会第三杯这样子。那这游戏刚刚也说了嘛，包含了文明病之外嘛。还多了一些剧情哦，就是还蛮感人的这样。好，目前玩到第二章，感觉还不错。如果你们有兴趣，可以买来玩，好不好？好啦，那我们第二章先到这里结束哦。然后这是怎样？这个是新的剧，新的那个、哦，待会可以玩看看啦、啊。不是啊，我们下一集再玩看看，好不好？好吧，我们下一集再来玩看看这个，然后再前续第三章，好不好？希望大家会喜欢。如果喜欢影片呢，左下角的订阅，右下角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节奏医生再见啦，下期见，拜拜。